消防员是伟大的平凡人，他们要具备几个特色，除了像局长刚才说的，要有非常好的体力，还要耐得住高温，还要有极大的勇气，牺牲的精神，要牺牲睡眠，要牺牲与家人的相处，还有最后可能要牺牲性命。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，在这个消防殉职人员有16位，最新的就是今年9月22日，屏东明阳科技的4位30几岁年轻的消防人员。那我们当然都觉得非常的痛心，我们要求在消防帽上贴上南无阿弥陀佛的贴纸，在衣服上印上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般人对于这6个字有误解，因为他不懂，他认为那个是死人或者是丧事的时候才念，完全不是。这6个字它是整个宇宙里面最真实6个字，它是放光动地的，它是完全是整个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代表的是无量光明、无量寿命，是一个最高的祝福。当有人跟你说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最高的祝福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打火兄弟们出任务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在头顶上护佑着他，在身体上护佑着他，他进出火场是平安的，也让在火窟里面受难的人能够平安的救出来。本身的对这个消防人员的一个恭敬，还有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，是隐藏在这里面的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不是只有我们公馆乡，也不是只有我们苗栗县，我们希望我们全国乃至于全世界所有从事这种消防工作的人，都能够在佛的加持护佑之下是平安吉祥的，是让他的父母家人不要再担忧的，那也不要再发生像9月22日这样的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事情。因为佛门的精神是救苦与乐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救苦与乐，所以每个人都好喜欢观音菩萨。那今天也要邀请各位长官、各位打火兄弟都来做观音菩萨的分身，你们都跟观音菩萨一样的去救苦与乐，帮助所需要的人。所以我们都是随缘，只要我看到什么，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救助的对象是普及全国的，就是任何的基金会单位，从老人到身心障碍，到学生，到小孩，到只要他是真实有需要而在法令上帮助不到的，我们都很愿意。那我们明年的额度可能会捐给大千医院救护车，因为我们听到说原来有很多人是被遗弃在呼吸照护中心的，或者是他是外劳没有健保付不起医疗费，游民不低收入付不起医疗费的，那这些人政府的补助有限，那他们变成了呆账，必须要去筹划这些款项，因为他要有一些人工品医疗设施，就算他是一个可能生命不多的人，也要尊严的到最后吧。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了解了这个，我们会去每个月捐赠这个区块，还有就是他们也需要救护车，我明年希望有一辆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的救护车给大千医院。所以有任何需要，我们都愿意，因为这是佛门的精神，我们希望把佛的光明放光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。我们都没有任何条件，我们只希望我们捐赠的时候可以把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放光的字放进去，这样子而已。